记得我当时去总试音的时候，那个导演就跟我说，你这个是说唱吗？我其实挺想被质疑的，如果大家质疑了我，我再去打破这个质疑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个节目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目标。我觉得我刚刚写那个应该不会这样，一下不用看词，或者说你戴着耳机一听，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唱的是我们的生命力，或者说我们的态度。 New Rock New Star 魔动三八，做你没有听过的音乐。你能科普一下魔动闪霸这个来历吗？魔动闪霸这个名字是我跟下面要上场的 Smelly D 一起想的，这四个字听起来他会觉得不是很顺口，哎，又不像是随便取的，电脑打出来会显得很方块的那种感觉。我玩的是一种意识流，